对，约了两次塔，都把自己约晕了。约了两次塔，扛塔点了一次，都把自己搞晕了。小地主，富强，我操！来就给我个这个牌，超级加倍！谢谢我教你斗地主，学费5块，谢谢。不加倍，不加倍。这个牌怎么打呀？七。七。这个牌怎么打呀？二。不要。大王。pass。过。十。二。要不起。炸弹。不要。pass。这个牌怎么打呀？过。小王。这个牌怎么打呀？怎么打？炸弹！对面应该想不到我是什么牌好吧？不要！炸弹！你妈逼这个牌！我操！傻了，对面真的傻了，集体傻了。谢谢刘哥送的飞机，哎，上把好好坑好气。不叫。证明之战，好吧。不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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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一把懵逼剑魔咒，懵逼剑魔，懵逼剑魔之懵逼懵逼剑魔，这个好牌，这个牌还不错。不叫，我叫。不想。我超级加倍。超级加倍。哟。三带一对。不是，凭什么加我倍啊？压死。哎，为什么敢加我的背啊？不要！炸弹！啊，你走，你走。过。pass。二。要不起。不要。我操！炸弹！过。哎。七。要不起。炸弹。裂开。不要。过。掉地主，富强，富强，不加倍。不加倍，不加倍。以后再也不乱叫牌了，我永远永远不可能再乱叫一次了。六，顶他。勾。K。二。你走。要不起。打对对。对四。Nice。对五。对勾。对勾，我可以接。对尖。好，你走。要出大牌，对二 ，pass。你出什么呀？嗯哼，嗯哼，炸弹，炸他，炸到他，他没了。炸弹 ，nice， 继续打对对。要不起，三带一，三带一，不要 ，pass， 对十。我还是不要。
谢谢想和老师谈件事的火箭，谢谢狗子 IK 的飞机，谢谢。好，有胆魄，好，有胆魄，有胆魄 ，OG8K 有胆魄。二，要不起，不要。六。今天我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挑战，让我可以掏出他们的心脏，但愿我能看着他们死去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在临死前知道自己正中我的下啊、哎，好烦！这个逼他妈的王炸就是这个牌，他不找我炸。全军出击！哇，我感觉我本来我跟我那个队友，我们两个这把终极农民斗地主，技巧拉满，感觉把这个地主赢了的。结果他妈逼还是输了。他妈的，你看前面打了一个三连外围，他都不怎么掉血。泰坦过去了，我也在改。泰坦可能会快那么一点点，我可能会慢那么一点点，但是总之我会到。好，你别吃兵了啊。刚刚没闪。哇！我以为你会来打他一套的。我没闪。哇！这币怎么这么弱？
不过泰坦是真的难打剑魔，真的太笨重了。而且这个你们知道它最难打的地方在于哪里吗？在哪里？在于它体积太大了，这个英雄长得太大了，它太大了，我的技能打它太好中了。如果是个提莫这种，它的体积那么小，我的技能很多时候还没有那么好中，但它个子太大了。导致我的技能打他太 easy 就可以命中了。你看对线，我基本上剑魔很难说前期你二段三段都把他消耗到的。这个人每次吃我 Q 最少吃两段，最少。前面吃剑魔两就被消耗，吃剑魔两段 Q 就已经很炸了，感觉。你看这边好一套，谁顶得住呀？而且他没有血量多，这没有任何人顶得住，是这种毒打。刚刚在下路，还有一个这个 B 感觉比较憨，我这把绝对不起杀心，我就他妈正常玩。刚刚在下路，大稳一点，这螳螂抓我能抓死。我打这泰坦，其实我就只练一个东西，我就练我的技能，我要把它放的精准，足够的精准。剑魔这个英雄就是技能放的准就牛逼，我就练这个，我把剑魔练得很厉害，然后拿去大号上分，我感觉这英雄挺猛，玩得好的话，很多花的东西。主要大家现在都很懂剑魔了，然后你要把这个英雄玩的特别牛逼是很难的，但这个能够提高，能让你提高很多，如果你把它玩的厉害，练。我来了，那大吧，他什么都有，一扛你扛他就会死。太鸡巴惨了这个人，但这个人确实有点太惨了。这个看一下只要二十多，你别太惨了。太惨了。二十
知道我有多肥吗？多肥？你永远不可能知道我有多肥。黑铁了。你无法猜想我有多肥，因为我确实有点，我比这个泰坦多一个黑切，多一个小锤子。裂开。下路，对面下路，对面下路肥吗？对面下路再肥都没有用这一把。我现在有个 TP， 等会儿随时下路可以支援。然后他们上路来抓我，他们就全死。他们下路回了，打野也回了，我这波小心点。他们有可能 一堆人过来把我剿灭了。他们下路还是去下了。我随时 TP 啊，我随时 TP。OK， 我去打轰龙了。这泰坦只要阻止我，他就死了。哟，哎，怎么打不死啊？二段 Q， 我裂开了。我这把的天赋是新秀老仙天赋，不行，我出这个。可以打，打龙吗？你打，但是这道出装你们觉得科学吗？因为没有点那个 CD， 我不出个幽梦的话，我就只有 30% 的 CD。 但是又出幽梦，又要出什么死亡之舞，我感觉太拖了呀。肉装到来的时候太晚了，或者说剑魔就 30% 的 CD，然后直接死亡之舞，之后直接接血手，不然肉装来的太慢了。怎么说？有没有人给个老剑魔给个建议？直播间的，没有杀心。坚决不让。
出个小冰心过渡，我看到弹幕有个兄弟这么跟我讲的，兄弟你好好聊天，出个小冰心过渡是什么？你好好聊天好吗？你别说骚话，你好好聊天。小冰心过渡太他妈牛逼了呀！这个建议兄弟太有创意了，确实很前卫，好吧？这是我最近听到最前卫的一套解决方案。带超燃，但是就没有那个吸血了呀。那个吸血感觉还是挺重要的。啊，我剑魔还是要吸血的，对，肯定他可以出重伤，但重伤也没有覆盖的那么完全。我被控的动弹不得，这就是没有肉装的坏处。还是需要你那个血手来冲一下。我被他们控制的四个字动弹不得，我甚至连移动一下的空间都没有。勾住，裂开。无敌了，吸血鬼这个英雄的伤害，吸血鬼他连招是 DJW KQ 是吧？对 ，DJW KQ， 然后二万。不是，不是。剑魔的连招是，剑魔的连招他妈太多了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你说的哪一个。我感觉剑魔的镰刀很多，我都没搞懂的。救！靠起来了。
救！被泡起来了就没了，主播。没被泡起来，感觉就操作完了，宝贝娘。这个技能太屌了，名字就屌，大蜜 ，The Big 蜜。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些英雄的技能都是按就是论他的背景故事来写的。我知道呀。大蜜就是加图克斯，他是一个飞行者，他是一个飞行者。飞行者是什么意思？飞行者就是修仙，你们看过修仙的吗？是吗？对，亚托克斯是修仙的吗？对，就是飞升的呀。啊？飞升的，像那些巴德啊，那些都是神，直接神或者半神，一定会说宇宙那些。我操！我捅到他的蛋上了，这刀没吸出来。打他，啥都没了，他啥都没有，还没开。不好玩，换一个英雄。剑魔还是，剑魔我，剑魔好难玩。我打他那个蛋上了，他把我那刀给吸了，他那个盾，吸我的E。我这个现在属于在送人头，你们知道吗？他挺肥的，原来。可以啊，我打龙很快的，我四百多的高。直接中推吧，这是什么妖怪伤害呀？不是我们左一啊，我操！老子把大蜜开了，我对面也没技能了。快推塔！
妈对面打的盘开我一个前排，你们是不是有魔饼啊？裂开，妈后期体验也不好。对面一旦这么就这种玩，我没大灭，打团都不好进场的。